天的新闻不漏网，那真的是可新鲜了。我们知道全球呢近几年已经掀起了学习中文的热潮，而在美国呢出版的中文有声书也就大受欢迎，连半导体之父张忠谋啊，哎，也非常难得的担任起配音的工作了，教小朋友来说唱中文，活泼的动画深受儿童的欢迎，还被美国评选为前十大教育童书。有声中文书，活泼的动画，让儿童学中文变得好有趣，在美国大受欢迎。中文字句搭配西方熟悉的儿歌，让小朋友更朗朗上口。不只教中文，也传授中华文化。令人惊讶的是，还有台湾半导体教父张忠谋现身 ，DDD 原声带教唱，扮演龙王角色，教小朋友学中文。Do you want to play with me? I don't want to. 我不要。Who wants to play with me? I want to. 我要。I'd like to. 我要。I want to. I want to. 我要。我要。I don't want to. 我不要。When we thought of this character, we thought of him as the model, the gold standard for Master Long, and because he had to convey discipline and strength.And so that's why we chose him. I love Let's Go Guang. 有声书教材深受小朋友喜爱，这股中文热让两位旅美华裔的吴永珍和林清华三年多前放弃高薪的工作，自掏腰包成立公司，设立中文学习网站。以象征中华文化的龙为故事主轴，进军美国中文教材市场，今年还被评选为前十大教育丛书，看来开口说中文已经成为全美最夯的全民运动。根据统计呢，台湾七大都会区一整年下来，以台北市的房价涨幅仍然是最高的。